帮手映会，在电影开始之前，Hello，欢迎回到 Love FM 爱的六次方，我是 DJ Lisa。希望刚刚才开始安排给大家的三首歌曲，可以让大家进入愉快的心情哦。最近 Lisa 收到了一些信，内容都是在分享听众朋友们日常生活碰到的事情，其中有一封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在这里分享给大家。信中写着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可是对你，我从来没有准备过什么，你却不断给予机会，而不懂把握机会的我，感谢这样的巧遇，也感谢你的任性，还有现在的我和你。我想这位朋友和你的女朋友现在一定很幸福吧，所以接下来呢，送给你们一首苏打绿的小情歌。什么？